他。我是在金竹的五角打架喝酒，就是我的生活。这样的他，你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我说世上没有妈妈会更好。出嫁出嫁。还有这样的他，从小跟爷爷奶奶在学乡下放羊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爸爸。三个少年不同心灵的共同激荡，下周一晚十点，《美肤宝变形记》第十季，青春牧歌，美妙回响，不怕晒，晒不怕，《美肤宝防晒系列》。